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给它做变数变换，我令这个 y 哈等于2x 减一，那这样子的话，dy 就等于2dx。好，那现在哈，我把 x 换成 y 嘛，当 x 从一积到二分之三的话 ，y 就从多少？带一。也是从一哦，二减一是一嘛，积到多少？二分之三带进去，三减一是二，那这 y 的四次方。那 dx 呢是二分之一 dy， 哦乘以二分之一 dy， 那这样就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提出去 ，y 四次方积分以后变五次方，所以是五分之一 y 的五次方。带上下限一到二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十分之一哈，乘以多少？二的五次方是三十二，减一的五次方是一，所以是十分之三十一。